我们之前见过。这么俗套的开场白，我没空搭理你。那我换种说法，自由旗的千金江湖小姐和网红主播陶小英今天下午在腾跃的车间唱了一出当红女主播罢播的双簧，上了好几个热搜，真是厉害。演技这么好，有没有兴趣当演员啊？你说点新鲜的。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至少引起你的注意了。你想怎么样吧？把你今晚的时间给我。然后呢？请我跳支舞吗？在找不同的人带你见面，你想干什么呢？你想买腾跃的那块地？没想到江湖小姐了解我，比我了解江湖小姐还早得多。那我们就正式聊聊吧。咱们打个赌吧，我赌我爸不会买腾跃。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带我去见你爸吗？赌注呢？我赢了的话，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4999万！4999万！4999万！我不服你！